动谁伉俪一家人，黄县长贤伉俪，各位来宾，各位好朋友，尤其今天全国来自各地的好朋友相当多，我们有三位非常漂亮的影星啊，以及最重要的是各位今天来参与秀泰影城开幕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个我内心的兴奋真的很难形容，刚刚廖董特别谢谢黄县长贤伉俪。其实各位看到今天7月12号的开幕，真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黄县长不遗余力的、很认真、很努力的做了好多的事情。廖董也是一个我看过最有慈善心肠的事业家，我相信廖董，你对台东的爱心，你对台东的付出，一定会在您未来事业的版图上回馈给您，你一定会越做越好。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秀泰影城今天的来临，其实是代表台东人生活形态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晚上将会有不一样的亮点，我们的晚上会有秀泰影城所带领的各个品牌艺美的董事长高董今天也特别过来了。那么在黄县长的努力之下，我相信等一下他会说，除了秀泰影城之外，我们有铁花村，还有许许多多要在这一带发生的事情，将会改变台东人未来生活的形态。所以各位好朋友，请你们不要吝惜你们所有的空闲时间，一定要多来这里走走，多来消费，让台东成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台东县议会在这里带着12万分感谢的心意，感谢秀泰影城团队以及所有来参与秀泰影城的好朋友们。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特别从台北赶来的丁委员心想事成，在座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谢谢。谢谢，谢谢台东县议会议长姚建宁姚议长的致辞跟祝福。接下来要请极力为台东县民争取到台东秀泰广场能够在此顺利开幕营运的台东县大